要得要得，把锅打起嘛。姐，筷子。碗都不拿。碗拿起嘛，还是喝点饮料嘛。你只拿了什么一个？大家好，我是川哥。今天周末星期天的晚上，儿子小儿子就是说在学校读书，辛苦了，回来今天给他补补身体，我们吃一顿汤锅。来，读书很累，还是给喝点饮料，倒一碗，喝一碗。学习很累，是不是？谢谢妈妈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一个倒一碗。同一本儿，我喝的啤酒，喝的酒，冰冷不行。煮起来了，腌起吃。先把那里头那些肉捞得完。我来吃那个鸭头。嗯，小吃。吃那个鸭。这个鸭头是我的爱好，他们那些都不喜欢吃鸭头。嗯，煮的好。鸭子哪做的？煮的好香啊，那都鸭融了，怎么倒那么多哟？来火锅了，丢下去烧了嘞，一会儿他妈没得烫哦，就这么嘛，哎，想烫的嘛，还是凉皮，好吃的很。哦，开大些，开大些，豆腐丢几个，丢几个肉片儿，那肉片儿要多煮一下，瘦肉片儿哦。我们说煮得好哦，要煮熟哦。你想吃的干嘛吃的鸭肉那些嘛，那鸡脚的鸭子就是熟的。哦，那个鸡爪子好煮起来了，软和哟。再丢点鸭肉。哎，他个人晓得腌的。来，快点吃哦，那儿火大起来了。煮起来了。来，那个凉皮，红薯凉皮。快点，你滚吃嘛！说老实话，现在的学生确实学习压力大，很累。你像我们儿子，他在住校，平常啊又没在家里面。嗯，今天晚上嘛，周末啊，我们就说在一起啊，给他吃点好吃的。对，今天晚上。煮了一锅老鸭汤锅，弄了一些菜，反正简单一点，给他吃一下，他也喜欢吃那方面的东西。给那个也喜欢吃，最喜欢吃的火锅了。快点了，也不吃辣椒，我们都只弄着汤锅，不上都吃火锅了。我小儿子他平常不喜欢出镜，所以啊也没有陪着他多少视频。快点吃。来，今天是大儿子在拍那个视频哈，快来吃。好，要得，马上。来吃哦，不少我们给吃完了。要得，好。看，那头有鸡脚、鸭脚，有鱼丸子，还有那个鸭肉。好，哎呀，那个鸭头都煮烂了。把那个鸭头那个便便吃了，吃一个嘛，煮烂了，快点吃嘛，那么多耶，还不吃有点煮烂了干嘛？汤才香哦，太有味了。来吃个豆腐。来，你吃个豆腐。豆腐吃了聪明了。嗯。那油炸豆腐。我弄到了。下去。等一会儿吧，等弄多少吃了。哎，平菇。大白菜，丢两撮。研究吃，吃好了要好好学习。你这几天一个人不辛苦了？
辛苦了，你也辛苦了，在家里也不要操持。快点吃肉，那儿煮烂完了。那油炸豆腐煮那个了，好吃。现在味儿才煮出来了，才有味道了。放了不用那个酒了，越煮越有味儿。今天那个老鸭汤锅确实吃起巴适安逸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喜欢吃汤锅的，冬天可以多吃汤锅，对身体有好处。